TTF 亲子布料烫印贴，拿出结晶完成的 DTF 胶片，剪下 DTF 胶片上的可爱图案，有家长陪同，小朋友也能轻松操作哦。将图案放在想烫印的位置，熨斗加热后，在图案上加热加压15到20秒，要用点力气哦。等表面冷却后，慢慢将胶片撕下来，DIY 印制的个性衣服就完成咯。